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"体育财经"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的分析：德超、拜仁对战多特蒙德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拜仁慕尼黑进攻能力恐怖，球队前锋格纳布里状态出色，赛季揭幕战上演帽子戏法，球队的防守能力也尤为出色，毫无疑问成为全欧洲最成功的球队。多特蒙德本赛季指数表现不差，球队的防守状态有所提升，整体的打法较为慢热，进球也多在下半场。上轮德超杯决赛2-0击败拜仁，有一定的心理优势。本场比赛开出拜仁让1.25球，也给足了信心，但想要打穿多特蒙德还是有点难度的，很有可能刚好卡在一球。本场推荐多特蒙德加1.2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